知大道，林洁莹、何文杰。好啦，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請到咧現場嘉賓同我哋傾下偈嘅。我哋有呢一位嘉賓就係港區人大代表胡曉明咧，同我哋傾下偈嘅。早晨，胡生。早晨，係早晨，大家好。阿胡阿博士啊，全國人大代表啦嚇，咁啊亦都嚇即係好積極關心香港嘅嚇，即係啲經濟同埋好多嚇即係政治嘅發展嘅。咁啊，其中啊即係施政報告都啊，大家都啊即係密切等待一間啊十一點啊開始。今日啱曬啦，請到胡生上嚟咧。好啦，咁但係其中肯定啊，其中一個環節好重要咧，就係中港融合啊，嚇咁啊，究竟啊，即係有咩措施可以進一步推動啊，即係中港兩地之間嘅嚇互聯互通啊、人民交往同埋啲科技同埋商業嘅發展咁啊，你有咩期望咧？對於施政報告嚇，對於施政報告咧，我相信大家都係非常之期待。我相信早輪咧就特首都已經喺度不斷咁啊吹風噶啦，咁啊好多嘢都讲咗，咁啊，虽然我而家仲未有个水晶球啊，但系都可以估下嘅。最紧要都系拼经济啦，经济而家对香港即系各行各业同埋民生嚟讲都系最重要嘅。咁啊，当然即系仲有抢人才啦，房屋政策啦，房屋政策最紧要系，我相信大家都好期待要减辣啦。但系减辣咧，我觉得就唔会得即系一下子减晒嘅。咁咧就逐啲逐啲即系睇下情况，有需要再放啦咁样吓。咁啊，仲有一样嘢咧，我相信即系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咧，香港嘅人口问题都好严重，我哋唔够人做嘢。哦，呢、這个当然系各行各业都话唔够人啊。系啊，所以就即系我相信啊，特首亦都会都系鼓励生育吓。大家都喺度期待紧吓。我哋需要年轻人啊。咁啊，会鼓励我哋多啲生育吓。咁啊，主席都有讲到啦吓，青年强则国家强，香港都系一样噶啦。青年强则香港强，我觉得咧就系大湾区咧就系香港再次腾飞嘅一次好嘅机会吓，唔可以错过。咁我相信年轻人咧好多都可以喺大湾区里边咧找到佢哋吓将来嘅发展的机遇啦，我哋都好希望可以搭上国家呢个发展的高速列车，用香港人所长吓贡献国家所需，就系、是、其实就大湾区里边咧就系、是、地大物博啦，人口都有7000多万吓，咁咧就系、是、我有一个概念咧，就其实就系、是、香港咧就系、是、面对国际，咁可以有一个即系前店后铺嘅概念啦，香港咧就系、是、喺出边联络国际接生意，好多后勤嘅工作咧就可以摆喺大湾区，咁咧就系、是、当然我哋要抢人才。但是我哋喺大湾区里面都好多人才吓，好多后勤嘅工作都可以摆喺大湾区里面做嘅。咁咧亦都系令到我哋香港人咧更加多啲认识大湾区啦。咁好可能啊，我哋将来个退咗休咧，都可能去大湾区嗰度享受退休生活噶啦。所以而家趁早咧。就去認識大灣區，咁我相信特區政府亦都會得有好多措施喺大灣區嗰度實行嘅，尤其是係教育啊、醫療啊呢方面教育咧就大家都知啦，香港咁多間大學咧都先後喺大灣區嗰度成立咗分校，咁就我相信。将来咧就香港同大湾区嘅关系咧就会得好自然咁去融合，就由一个我哋香港吓700万人口嘅市场咧，就系一下子系增加到7000万，甚至到8000万。咁啊，对我哋商界嚟讲咧，有一个咁嘅 sizeable 嘅人口嘅市场咧，对我哋有好多嘅planning 咧计划都可以。推进以前香港本地人口少咧，有好多嘢都做唔到。
啊、将来又不同了、啊、海阔天空。咁啊，胡晓明博士做成大校董会主席嘅时候，都推动好多啲青年交流啦，吓大学生啊去内地啦。咁而家即系再进一步嘅，特区政府都好多措施啊，同好多民间机构都支持啊。咁呢个啊，即系国家主席又话国即系青年强，国家强啊嘛。咁、我哋香港嘅青年人啊，去内地交流嗰度系咪诶仲有啲咩功夫可以再推动咧吓？嗯，近年都积极推广咧，即系啲香港嘅年轻人咧就到内地方面了解国情啦，多啲嘅交流啊咁样嘅。系啊。其实就国情教育呢就是我哋我可以讲做即係亡羊补牢啦未为晚也、啊、回归咗咁多年呢喺呢方面係香港特区政府係做得比较少嘅。咁呢就我相信李家超特首呢喺呢一次嘅施政报告里面都会得包含呢一样嘢㗎啦，要做好唔单止系国情教育啦，仲有爱国教育添。咁、就系、呢个就系，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嚟讲，都系一个理所当然嘅事。咁啊、要爱国就一定要先认识国家。所以咧就系、是、早几年特区政府都已经系鼓励学校去内地考察。咁咧就其实咧就系、我甚至乎有建议咧，就系、希望。我哋个教育局嗰条道咧，就系喺中学吓咁、多六年里边，起码都要有一次嘅内地考察咧，先至可以毕业。咁会得就帮助我哋吓啲学校做好啲 planning 啦。即系由细开始系嘛吓，咁啊系啦，琴日先颁布呢、个人大颁布呢个爱国者吓、爱国教育嘅一个全国嘅指南啦吓、即系法规啦。咁、日后啊，香港可能啊就即系喺方方面面咧，可能都要增加呢方面啊，包括埋啲传统文化啊，即系山河大地嘅介绍啊，呢啲人都好远胜啊，可以建立翻嗰个民族嗰个身份啊。唔单止民族身份啊，仲有一个民族嘅自豪感。毕竟我哋吓、中国吓系、有五千年嘅文化嘅底蕴喺里边，吓咁咧就非常之值得我哋去深入学习嘅。何况咧就系、习主席咧，旧年亦都讲咗啦，要香港吓、八个中心里边就有一个咧就系、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系因为而家喺国际上边咧，就大家都知啦，主流媒体咧就系、西方国家控制嘅，咁咧就系佢哋依家就系不断咁样系妖魔化中国，亦都打压中国，咁咧就系我觉得就好需要咧，就系我哋多啲人发声咧，就系话俾国际社会听吓，我哋中国人系一个好爱好和平嘅一个民族，啊，我哋。从来都未向外扩张、向外扩张，我哋亦都冇殖民地呢样嘢嘅。即系英文译我哋个万里长城叫 Great Wall 嘛，即系应该点解叫伟大嘅长咧？就系、即系我哋整个长城就我哋守住自己地方啫。我哋如果谂住攻击向外扩张，就唔会整埲墙喺度啦，吓、应该越推越前噶嘛。咁啊，就系千古以嚟，我哋都系啊，即系守住我哋啊自己嘅土地嘅啫。咁、呢个真系啊，我哋文化嘅一个根源嘅方向。系啊，好似。郑和下西洋咁样，我哋都要带礼物出去交朋友为主嘅吓，送礼出去，送礼出去，送啲文化出去。尤其是依家咧，就系、国家有一个“一带一路”嘅倡议啦。咁啊，嗰个原意咧，亦都系希望咧，就系、大家系以友好交流、互相帮助为原则嘅。咁咧就系呢一样嘢咧，我相信即系我哋都已经十年啦。咁啊，即系都做咗唔少嘢，我哋好值得我哋出去宣传同埋吓话俾国际社会听吓。“一带一路”系个真正嘅含义系。咁你睇当中咧，香港其实喺国家方面咧，对外即系发展上面可以扮演啲咩角色咧？我觉得就系香港咧，就系作为国家最国际化嘅城市咧，系其实就系好多嘢可以做嘅。尤其是我哋咁多年咧，就累积咗好多国际贸易方面嘅经验啦，对国际贸易嘅惯例，我哋都系非常之熟悉。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香港嘅专业服务咧，系、我相信系全球里边都系数一数二噶啦。咁咧，尤其是系
香港是我哋最自豪嘅就係香港係一個法治之都，咁咧就係、是、亦都係世界上邊咧就係、是、覺得即係嚟香港做生意咧就係、是、可以好放心嘅，所以我相信即係、就是、香港可以繼續咧就係、是、推廣呢一方面，令到嚇國際上邊嘅企業啊、跨國公司啊能夠放心嚟香港，嚇、嗯發展業務。咁咧就係、是、仲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就係仲裁啊，喺香港係值得去推廣嘅，嚇、嗯。咁、咧用香港嚟到作為一個國際仲裁中心咧，係對各方面嚇、都會增加信心。咁、我知道，即系胡博士头先都讲咗好几次，即系香港系一个世界嘅门户啊嘛，即系联通世界咁啊。胡博士亦都创办咗一个 Friday Culture 嘅国际嘅媒体平台啊。咁呢个目标系想点啦？即系点样利用香港嘅信息可以发向全世界咧？啱啱都讲咗啦，虽然我哋国家都有唔少嘅传媒咧，就系、是、英文嘅传媒，但系咧就系、是、国际上边咧，始终都觉得呢啲系官方嘅声音啦，所以就系我就系、是、曾经建议咧，就系、是、要民间咧都多啲吓声音走出国际，所以呢 Friday Culture 咧系一个用英文嘅广播平台吓、用国际上边听得懂嘅语言嚟到讲好中国故事。所以就我哋都已经搞咗三年啦，咁成绩都唔错。咁每年咧，我哋都会搞一个国际论坛嘅。咁咧就呢个第三次咧就将会喺11月2日下昼咧就开始国际广播噶啦。咁咧就系、是、呢一次我哋希望咧就系、是、我哋嘅主题咧就叫做 Leading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尤其是喺而家咁复杂嘅地缘政治同埋国际关系里边咧，我哋系点样可以带领吓、我哋嘅香港同埋香港嘅企业咧，能够克服呢啲咁嘅困难，喺百尺竿头之上咧就更进一步。所以我哋好开心咧，就系、是、亦都邀请到我哋嘅特首李家超先生咧，就系、是、作为我哋嘅主题演讲嘉宾，就睇睇李家超特首点样带领我哋香港向。再向前進啦！咁大家可以留意個 Friday Culture 嘅平台啦嚇。咁啊，如果想了解啲世界嘅資訊咧，就可以啊，即係參與呢個論壇啦。咁其實主要個信息啊，點樣覺得香港啊可以喺個平台發放到俾世界咧？我哋個優勢喺邊度咧？香港？香港咧就當然即係我哋嘅國際網絡係非常之豐富啦。咁啊，而且香港咧就差唔多係全世界。各地嘅传媒都有喺香港混集嘅，咁咧喺香港搞一个国际活动咧，就肯定声音咧就系会得传播出去世界嘅每一个角落啦。所以咧，我哋应该咧大家好好地利用香港呢个咁嘅国际平台。咁咧就系、是、我相信大家都承认啦，英文亦都系我哋非常之擅长嘅语言啦。咁啊，世界上边用。英文溝通的人呢亦都是非常之多，咁我哋係希望 Friday Culture 呢就係、是、用或者係英語世界能夠聽得懂嘅聲音、而且亦都又係用一個比較輕鬆幽默嘅手法。點解我哋改名做 Friday 呢？就是、希望我哋每一日都是好似星期五咁开心嘅，即系 Happy Friday 啦、哦。好多人咧到礼拜五咧就会谂 Happy Friday 啦，点样可以咧庆祝呢个周末啦。咁但系咧到礼拜一翻嚟咧就会工作啦。咁其实今日嘅焦点咧都系放咗喺施政报告一阵间11点啦。其实我哋讲紧咧推动经济都好紧要嘅，你自己睇咧即系特别系咧房屋啊、民生等等呢啲问题咧，当然系备受关注啦。但系正正咧根源就系咧大家话，如果经济搞得好嘅话咧，大家嘅信心好翻啲咧，无论股市、楼市方面咧，亦都可以活跃啲咧。点睇我哋嗰个经济嘅推动发展呢？我相信经济来讲呢就是离不开房屋政策。房屋呢就是我们大家每个市民都是很关心的议题。我们希望呢就真真正正呢就是大家都可以长远来讲拥有自己的物业。拥有自己的物业呢才是真正是成为香港人有份归属感。所以我希望呢就政府在这个
房屋同埋尤其是土地嘅問題咧，呢一次係可以加大力度。大家都可以知道咧，就係我哋嘅房屋政策咧，土地政策咧，就係已經係用咗幾十年，就不變噶啦。咁咧就而家你覺得應該點樣變咧？我哋成日講話，我哋今年咧賣地嘅收入肯定咧就不似預期噶啦。咁政府咧其實以往咧大家都形容佢咧有一個高地價政策啦。咁但係而家政府就即係一路都冇承認嘅。咁其實你自己睇土地政策方面應該點變咧？我覺得首先咧就係我哋要檢討我哋。香港的土地的用途啦，大家都知道下我哋郊野公园咧就占香港40%嘅面积嘅，咁我哋仲系咪有需要咁大嘅绿化地方咧？我觉得呢个好难话 yes or no， 但系我觉得就系差唔多时间嚟检讨啦。其實咧，我亦都係建議咧，就係、是、特區政府咧，應該係有充足嘅土地嘅儲備，有土地儲備咧，先至能夠、有效地調節樓市嘅，我曾經亦都係建議過咧，就係、是、或者呼籲過咧。政府是應該是香港最大的一個發展商、你有地在手先至有樓在手，你先至可以調節市場嘛。咁咧，仲有咧就係、是、我哋呢個土地用途嘅或者係嘅檢討啦，希望可以釋放更加多嘅土地啦，放寬土地嘅地積比啦，諸如此類。咁我亦都係建議咧，就係、是、政府而家刻不容緩咧，應該係成立一個專責部門咧，就係、是、負責檢討呢個整體嘅土地用途嘅問題。咁土地供应啊，即系都要市场配合啊，吓，即系多啲土地开拓之外，就市场要买到地先得噶吓。咁啊，头先我哋提过，可能啊撤辣啦、减辣呢度又今日会有啲消息啦吓。咁啊，好期待。中港融合方面啊，河套区啊嗰啲发展系咪都会加快咧吓？我相信呢个已经喺政府嘅日程里边噶啦，咁咧我相信吓李家超特首咧都会有一系列嘅政策咧，就系、是、推动我哋吓北部都会区啦，河套地区啦，呢、這个叫做吓交椅洲人工岛啊诸如此类嘅发展，咁大家都知道造地系需要时间嘅，所以咧就吓我希望咧就大家都可以支持政府咧吓，让呢件事可以吓快啲进行。咁我最后都问啦，即系胡晓明啦吓，你都系参与即系国际奥委会好多工作，咁亚运会我哋香港运动员啲成绩都好犀利吓，咁系咪即系运动产业都可以发展起嚟咧？诶，冇错啦 ，Raymond。我相信就是这一次的亚运会呢就比大家都相当惊喜，香港各界的市民都是觉得我们的运动健儿是非常之优秀的。咁呢就所以李家超特首都已经讲咗啦，会得增加资源在体育发展个方面。早前呢就是政府亦都公布咗啦，以前我哋嘅体育嘅三化，即係精英化、普及化同埋盛事化，再加多两项呢就係专业化同埋产业化。咁呢就希望呢就打造香港成为一个体育产业嘅枢纽。咁呢係可以结合中西方的长处啦，西方的体育产业呢就已经发展得非常之有规模的啦，怎样拿它引入过来，而结合我们内地的体育健儿的世界高的水平，同埋我们内地的庞大的人口，希望在香港呢是可以发展这个体育产业。这个体育产业发展起上来呢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也都是有非常之大的帮助的。咁这方面呢希望呢就是呢能够推动香港呢无论是运动产业啦，以至到呢就是文化产业啦，同埋呢最重要就是金融经济啦，房地产产业都能够呢兴旺。咁一阵间焦点呢放咗喺呢就是11点施政报告的公布，大家密切留意啦。今日呢多谢晒胡晓明，多谢晒 Thank you。